十三，中國隊係贏第二局，局數領先2-1，暫時有勝嘅。唉，咁啊，暫時咧就係、是、算係鬆一口氣，因為咧局數方面咧就中國隊咧係領先2-1啦。咁啊，所謂鬆一口氣嘅意思就唔係話中國隊領先，我哋鬆一口氣嘅，因為第四局啊剛剛開始，比分方面咧中國係領先1-0，咁啊屬於比賽嘅初段啊，都冇咁緊張啊。其實講翻頭先咧嚇，就中國隊咧，陸曉峰咧，佢個調動都算好嘅。佢夠膽咧就收埋咗蕭建華，繼續俾潘文利打，嗰度好啊！潘文利想往前，佢都唔換佢出嚟。係啦，佢就係利用佢咧嗰個人咧個腳步移動得快，攔網好。咁所以咧就啱啱最後一球波咧攔到呢個迪仙高嗰個。迪仙高啊，我統計過佢啊，喺佢打咗背飛喺嗰度打，差唔多有90%。係啊，差唔多起身手都有。係啊，殺親都有。好啦，睇翻個比賽啦。咁啊，暫時喺第四局開波初段立一立先。咁啊，中國隊咧仍然都係嗰六位地莊嘅陣容，包括14號球手嘅計麗婷啦。1號嘅賴亞文啦，咁啊而家殺波2號嘅蕭建華啦，好嘢，好球啊！咁另外仲有6號嘅黃怡，11號嘅孫悦，3號嘅崔詠梅。咁啊，至於俄羅斯方面陣容都冇乜調動係嘛？冇啊，冇換到啊！依個7號嘅文素娃咧出翻嚟打啦，今次。咁啊，另外仲有8號嘅安達摩魯娃啦，接波呢一個嘅巴布天拿啦，仲有托球手12號嘅加斯祖娃。嗱，依一局好難打啊！中國隊一定要提醒12嘅精神，係因為咧俄羅斯咧一定要判0-1噶啦，依個真係冇出界啊！哎呀，真係口講明你又出界，轉發球1-3，咁啊報翻咧頭三局個局數，第一局俄羅斯贏15-13，第二局中國贏15-7，第三局中國贏15-13，好嘢！呢一個波咧難得好好嘅，雞麗萍托一個咧平拉就俾到蕭建華，哇！蕭建華咧落腰力呢個波，又唔係落呢一個咧係收腹嘅力量啊，即係個手係搏球嘅力量啊！佢而家咧變咗俄羅斯嘅防守咧有少少似散咗，係啊，士氣方面係低過你一截啊！安達摩魯娃轉直線。嗱，講翻咧殺波方面咧，腰力就分兩種，第一種咧就前腹嘅收腹力，第二種咧就後腰嗰個力量啊，即係後邊嗰度啊，嗰個收腹力咧都係好緊要嘅。八六年好精彩，比分方面咧1-3，俄羅斯落兩分，蕭建華連殺兩球都見到。哇！真係崔詠梅咧可以做托球手都得㗎嚇，佢啲波咧托到上去咧。差唔多同托球手都可以比你嘅。佢嗰陣時打過托球手嘅位置啊，俾佢。嗱，阿胡俊嗰陣時俾佢打過嘅。唉，孫悦再攔多球，4-1啦！哇，真係好有機會啊！又要大比數拋離啊！咁啊，見到呢個俄羅斯嘅教練咧，奧美靜夫咧，即刻叫個暫停，1-4落後緊嘅時間。嗱，佢而家咧就猛咁同阿加斯祖娃講。佢話你嗰啲波咧，照我估計佢咧，佢話你嗰啲波咧就唔可以太過集中喺呢個安達摩魯娃嗰度。係啊，因為集中喺一個球員身上邊咧，佢手風順就好啫嚇，即係手風唔順咧，或者個心理壓力大咧，就好易打失嚇。同埋咧，佢個氣力嘅問題，你如果成日俾佢打嘅話咧，個氣力會走下坡啊嘛。你冇氣力嘅時間咧，個球點越擊越低嘅時候，人哋唔驚你啊，攔網成功率又高啊。咁啊，好啦，開波嘅咧就係蕭建華嚟自遼寧嘅，即係以前姜英嗰個省份嘅嚇。咁啊，今次有兩個遼寧嘅球員，包括賴亞文同埋蕭建華嘅單人攔網成功，孫悦。好啦，俾到安達摩魯娃8號仔大車先，呢個波上網引啲喎，夾硬要俾翻孫悦啦，唯有攻擊力冇乜，加斯祖娃託一個長波，安達摩魯娃大炮式嘅救勢，打落去強一聲。話佢冇，即係話佢氣力咧嚇有少少下降，但係始終都係佢嘅攻擊力好強。冇錯，安達摩魯娃扣球式發球。嗱呢一下扣球式發球咧，我就唔知係咪眼背啦。我睇到好似踩界啊，左腳頭先嗰下。係啊，頭先嗰下真㗎，我好留意佢㗎。嗱踩界咧就應該係第一裁判睇嘅。嗱呢下就冇啊，呢下冇啊。好難講嘅，第一裁判即係立一立腳影咁嚟，係啊，以為你踩界啦，係嘛？哇！4-2，
嗱，又系啊，真系啊，分开仔打。嗱，王仪上得好啊，呢个波斗得靓啊！哎呀，埋咗啲咁多，孙悦打大车先。好啊，加斯祖巴托一个后排攻击，呢、这个后排攻击靓啊，靓在托个位置刚刚好喺三米线之前一个波位咧系落啊。安达摩罗娃跳入去打。嗱，再睇下啦。嗱，可以跳入去噶啦，跳入去打啊！哇，用晒力噶呢球波直情，直接发球得分，三比四又再追近啲啦。哇，头先你话佢领前好多，而家即刻又近啲咯，唔需要两分系咯，好嘢！阿计丽婷咧都已经用晒右腰嘅力量，呢个波咧拱翻出嚟噶啦，救翻个波。哇，而家追翻上嚟好牙烟啊！即刻叫嗰个暂停，雷晓峰。不过阿陆晓峰都分析得啱嘅，佢话中国女排咧喺琴日嘅比赛咧表现好啦，但系嗰个稳定性啊系唔够嘅。佢今日嘅波动性都好大嘅，吓你就算对上嗰局嚟讲咧，佢领先紧人，一路俾人追，哇追到拉尾真系好问嘅，系咯，啊好在陆晓峰咧做一个调动，系啦，啊好似而家咁啦，佢领先四比一系咪？系啊，跟住就失三分喎，好短时间失嘅喎。咁又四比四啊！如果你打到第五局咧，如果講即係機會咧，就真係俄羅斯機會大啲嘅。係啊，因為佢攔網好啊嘛。係，冇錯。通常第五局嘅得分咧，就會攔網好嘅隊伍咧，就會再好啲嘅。好啦，俾翻長波俾孫悦，捉到手轉一條斜線，打布天南，呢個長波文措啊，彈下唔多唔多網，哎呀，我養唔出呢球波，全打落網裏邊噶，文措啊，因為呢個波咧打咗落網帶嘅，係唔過網嘅。啊，文措啊，幾靚女噶嚇，係啊，23歲，四平手，哇，開得好靚呢個波，文措啊，放後排。夹硬放，谂住咧放得比较深呢个位置，贴近条底线，点就接得大。5-4，中国队领先一分。可能咧，俄罗斯琴日对古巴队咧用嘅气力又用得太多。系啊，吓、啊！呢、這个难我靓啦，你先，我都要谂一谂呢个边个难啊？系赖阿文啊，摆定个手度等你打噶啦，呢球波好靓啊！即系我都要喺个脑度谂翻嗰个原来。系啊，赖阿文啊，啱啱一山，嗰度一山山埋。6-4，长波，做啊，又拦网成功啊！安达波鲁啊，保护好，巴布天拿转大车先，哎呀，崔颖莲单手谂住撩起佢，但系撩唔起啊！个波打上观众席，如果你喺英国咧，嗰啲观众就收埋个波噶啦，俾你噶啦，力先攻嘅开波，哎呀，孙悦咧留咗油啊，好似孙悦话系救翻波网。好啦，咁啊，加斯祖威已经企喺托球位置，快波掩后边，好靓，系一个双快游动兵阵，两个人去打快波。哇，孙悦都有啲紧张啊，佢接发球呢啲波都冇可能，波都掂唔到啦，系咯，好想孙悦救得翻啊！啊，长波孙悦掂到嘅呢个波，掂到手啊，掂唔掂到手都喺长区里边噶啦，呢个波。中國隊你真係要拋離咗俄羅斯隊先得，嗱，孫悦打呢個波，嗱好怪喎，佢打布天拿手，孫悦開波咧，俄羅斯啲球員企到上三米線嗰度㗎，好前㗎，企到，哎呀，又一次發球失誤，三次發球失誤啦，因為中國隊已經，啊小心啲啊，唉，我哋唔好因為呢個發球失誤影響士氣啊，冇錯係啊，5-6，崔詠梅靚啊，射曬個波，你明顯又上波，哎呀。哇！喺度嚟啊，前面有少少受傷啊，腰啊，呢個動作肯定係唔腰。嗱，而家呢個又有問題存在啊。賴亞文喺前排得翻兩個攻擊球，得翻佢，睇亦都好。呢球波咧，安達波魯娃咧就成日想趁後去攻擊呢球波，佢咧轉一個大圓圈走去救嗰波，救唔到。嗱，呢球波嚟睇啦，啊，呢球波佢轉一個圓圈救唔到。阿文勾手，咁个波咧系有少少咧系横飞入去嘅，好靓哇！11号嘅孙悦救得靓啦，哎呀弊啦呢个波，叉烧啊！崔颖梅想话救波之中仲去升波啊，不知升咗个对面嘅长区，6-6啊！好唔好睇啊？安达波鲁威往前嘅动作咧，即系哇咁慢噶，递高手，呢个基本动作嚟噶，不过佢系递得肉酸啲。好啦。
呢啲係個假矮仔啊！因為咧，蕭建華咧一上到去咧，見到呢個加斯祖娃嚟睇啦，喺加斯祖娃個頭頂咧，啱啱打落去，啊，啱啱就喺嗰個位置度打落去嘅呢波，即係穩住對方最尾啊，打嚇，喐手出界。喂，中國隊好似士氣好似係咯，咁啊，沉咗落去定係啊？二號嘅莫魯蘇啊！哎呀，呢個波咧黃子失咗，好在咧蕭志埋救翻入嚟啊！蕭雲幾好嘅鬥志啊！好啦，哎呀，但係攔網呢下就空跳啦。跳錯咗時間啊！蕭建華，所以頭先咧，如果係潘文利攔呢球波咧，嗱呢個波嗱，佢而家標誌嗰個籃下仲離曬位啊，跳錯咗啊，位置錯咗，7-6，俄羅斯咧領先1分，虛擊成功。我諗呢招咧都係喺佢大家姐啊賴亞文嗰度學翻嚟。頭先賴亞文幾下係咁樣啊，王儀又再整翻球呢啲咁樣去抌落個空位度。望住嗰個外形咧，都幾似阿梁。哎呀，又再發球失誤，四次發球失誤啊！哇，好多喎，如果講係啊，對面咧俄羅斯一次人好係啊，7-6，扣球先開波，扣到一號位雞麗婷穿越轉直線，哈打落安路安達摩洛瓦嘅心口啊！好啊，轉斜線單手揾翻救起，穩陣過網。咦，俄羅斯啲球員好靜啊，都冇話咧特別走去咧係做戰術。哎呀，呢、這個波咧誤會啊，孫悦同王嘅誤會啊！呢球波真係要贊啊，加斯祖話嗰個波已經彈咗上去網頂啊，佢能夠喺對方長區度揦翻個波入嚟啊！哇，領先2分多嘅喎，係啦，8-6噶啦，後排進攻靚啊！哇，中國隊咧今屆最大嘅發現啊，喺超白杯。就是後排進攻啊，由呢個二號嘅蕭建華咧打得好好，佢唔單止打，成功率都幾高嘅，6-8。係啦，黃柱嘅發球波都玩得幾好噶，好聚啊呢個波。係啊，因為咧佢掟上去咧，佢好快落手嘅，你睇下佢啊，係好快嘅，離高少少就落手噶啦。嗱，呢個波唔聚啦，飄咗上去。哎呀，中到中國隊，哎中佢。大家鬥智嘅呢球波，文素蛙孫建華，哎呀，又係俾呢個崔永梅，喂，崔永梅咧，第一下我冚你一巴唔掂咧，第二下我再冚你一巴，第二巴先掂噶，8-8平手，佢左手咧好似嗰啲咁啊枕咁樣啊，好啦，加斯祖蛙整個長波俾文素蛙攤下，俄羅斯啲波咧一判都係咁嘅，好似之前史美魯蛙嗰啲咁都係啊。動作就唔話十分之誇張啊咁樣，但係佢係扎實。加斯祖蛙嘅開波，蕭建華上到網，雞麗婷，哇！孫悦咧做足個飛臂動作，哈哈巴布天拿佢話：，不過點解波嚟咗我度咧？我唔係托球手喎、啊、咁。係啦，哇！仲揾迪先高添，連續兩個升波咧都唔係托球手去升嘅，但係一樣咧係扣殺成功。哇！我奇怪今日嗰啲波咧就話雞麗婷咧。冇乜俾波俾阿崔永梅打嘅喎，係咪啊？好少喎，琴日多啲啊，琴日。蕭建華後排進攻嗱，有力㗎，佢打落去。哇！蕭建華夾到十個波球啊！唉，好認真啊！好，仲有機會，中國隊，睇點打先。而家雞麗打得好鬆。哎呀！啊，推去對方5號位死角，哎，快波！升起，俾阿崔永梅升起啊！俾孫悦捉手出界，係你觀眾幾開心？喂，真係孫悦咧，依、這個女仔咧，真係所謂初生之熟啊！係啦，呢啲波根本唔啱手位啊，佢都能夠撲上去打。佢可能係今晚嘅超霸之星都未定咗，好有機會啊！真係好有機會啊！大家可以睇睇邊個係超霸之星啊！可以蕭建華後排又救得靚喎、啊，好啦，孫悦呢個波好難打噶，兩人攔網成功，打布天啊！好啦，整翻個波俾文素蛙探下，大車先出界。咁啊，結果咧嚇，中國隊追成9-9平手啊，四度平手啊！好啦，一陣間再去睇下。廣告嘅時候咧，啱啱好俄羅斯用埋第二次暫停啊，所以大家都冇睇少咗波。比分方面，中國以10-9咧領先1分嘅嚇，贏埋啲局就可以擊敗俄羅斯噶啦。打布天啊，嘅扣殺啊，好靚啊！落重手腕收腹，
攞翻包拳，9-10，俄羅斯係落後一分。嗱，包布天拿幾好啊，打得啊，四號仔，佢隊長嚟啊，而家升任隊長噶啦，陳素啊，哇，好曳，係啊，佢嘅上埋上手過網，哎呀！曳啊！呢啲波應該文素媽去攞嘅呢個波。阿蕭建華贏咗之後咧，有啲運仔不知咁高興喎，咧佢有啲運仔啦。嗱，而家加強攔網啊！因為如果依球波咧，如果中國隊咧能夠咁樣攞到啊，有攞到一發球，哎呀，冇事。好啦，牽制到有機會。哇！佢仲夠膽打。10-9，好啦，蕭建華夠曬三個人嚟攔佢。得啦。哇！三個人嚟攔佢啊，證明對方咧係好驚二號嘅蕭建華。根本蕭建華而家啲波咧要點啊？開網少少嘅，因為咧，因為俄羅斯嘅籃網球員咧實在太好啊。係啊。開網少少咧，因為同個籃網球員嘅手距離遠咗，就要過手快好啲。11-9，領先兩分，加斯祖娃俾翻最穩陣嘅安達摩魯娃，雙人籃網成功，由王子咧拍住呢個托球手嘅計麗瓊啊，呢個係王子難到嘅。係啊。嗱，呢個波好靚啊！王二一轉轉翻個長區，你同攔到嘅，攔到仲轉翻個長區裏邊啊！係啊，係啊，文化球12-9，仲有三分，加斯祖啊，一個後托巴布天拿出界啊，攔網出界，個第一裁判尼馬利都打錯咗手啊！呢個波應該好似喺界內，都係出界，出界，呢個係出界啊，都係指出界啊，9-12。哇！呢個波上網麻麻地啦，俾翻二號嘅蕭建華，好出界，哇！真係心臟病啊！睇場波咧，真係心跳都少啲啊！俄羅斯追多分，睇出界，哇！乜咁緊張嘅情況之下，最有經驗嘅加克巴布天拿咧，就可以失球啊！咦，咁啊！而家中國隊又好啲喎，雞麗萍佢後邊開波咧，前面有三個攻擊球員喺度，係嚇，咁啊會好啲嘅。係啊係啊，但係佢要小心插上嘅時間，唔好亂喎嚇。安達摩羅娃，哎呀，佢雞麗萍攞第一球，冇人做手術啦。好嘅，13-10，仲有兩分。咁啊，中國咧，假如係贏嗰啲場波嘅話咧，仲要聽日對住古巴嘅。慢慢咁叫難忘啊！而家中國隊嘅球員，雞麗萍嘅勾手覆墜，加斯祖娃、安達摩魯娃雙人難忘，好嘢啦！浪起咗個波，可以升起崔詠梅，俾阿蕭建華虛擊轉直線，哎呀，冇曬動作，14-10，仲有一分。哇！蕭建華咧真係有運啊！頭先一個上手，依球波根本冇曬。根本冇曬攻擊力嘅，就咁叉過去咗揾球波嚇。好啦，難多一分，呢球波多咗俾安達摩魯娃打噶啦，睇下點先。咁樣先嚇，加斯祖啦，雙人籃網昂高咗個波，跟住咧雞利平上嚟夾硬打啦，蕭建華落手腕，冇用啊！加斯祖啊，再俾翻最穩陣嘅安達摩魯娃，啊大錘真係大錘啊！臨危受命啊！俄羅斯精啊！上一局咧，佢一轉就輸啊嘛。係啊，後球都俾曬安達摩羅娃。睇下你中國點嚇？嗱，而家到中國隊睇下點樣去調配。哎呀，唔使睇下點，開波落網。唉，呢啲波慘啊！即係俄羅斯慘啊！嚇，雙方數屈咁樣能夠將個發球真完。蕭建華嘅發球，換言之咧，11號嘅孫悦喺前排。有三個攻擊手喺前排，好啦，都係俾安達摩魯娃噶啦，起定兩個攔網啦，成功啦，成功，結果咧，中國係以15-10咧就贏咗第三局，總成績3-1咧就擊敗咗對方俄羅斯嘅，咁啊暫時咧就2戰2勝啊，咁啊呢場波啊點睇咧？好，事實上咧，因為中國隊咧今日嘅打波咧就帶起佢哋嘅鬥志，防守特別好。後期後尤其咧，王兒喺後排啊，全隊波，就算依個計麗萍都咧，後面嘅防守又好啊，同埋依個蕭建華咧，好似琴日一樣，都肯落手打。咁啊，今次嘅攻擊嘅成功率咧，亦都好高啦。好似譬如咧，喺第四局，中國隊同埋俄羅斯咧，中國隊有51%嘅殺球嘅成功率，咁依俄羅斯咧45%。咁難忘咧，大家都差無幾，但係咧俄羅斯嘅發球失誤咧就好多啦，尤其咧關鍵性嘅發球失誤咧就影響最大。
再補一次個比分啦，咁啊，中國對俄羅斯咧就係15-13、15-7、15-13、15-10嘅，咁啊3-1咧，中國咧就係勝出。嗱，交代翻個形勢啦，咁啊喺明天咧，仲有啊，要交代翻超霸之勝。